湾科普环岛列车，启发学童们对科学的好奇心，为台湾持续培育未来的科学家，扎根科普，永续台湾，科普启航。科普列车一转眼，这一届已经第八届，每一届都一直在成长当中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年已经有超过330个实验，要在列车上去跟大家来分享。科普列车它的一个成果跟一个吸引力呢是与日俱增。今年我们八大主题在我们八节车厢充分展现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全岛有各站点，这五天的时间非常欢迎各地的民众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。科学是很有趣的东西，从小的时候一直学到老，都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。那我们谢谢国科会，它除了推动我们全国的科技发展以外，它认为科技知识的普及是相当的重要。在火车上面做实验呢，不像是我们平常就静待着坐在教室，在上面坐的心情什么的。我了解到制作火箭不容易，还有太空科学，我觉得这次的旅行很好玩。